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着瞧，我是鲍勃，我是韦恩。我们今天到大手町的伊勇，来吃 CP 值很高的中餐卡西米。它的菜单非常可爱，是用手绘的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价钱，因为全部都是1000块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菜来喽，看起来超级丰盛的。来介绍一下我点了什么吧。首先是有鸡肉的汉堡，佐这个萝卜泥，然后另外这边呢还有照烧鸡肉。另外一个这边的重头戏就是呢，它的最厉害的关东煮，然后你可以沾这个特制的酱汁。我这边的套餐啊，除了有刚刚韦恩也有的关东煮汤，还有南蛮炸鸡，还有炸鸡肉饼。它的鸡的绞肉，它捏的时候捏得非常的扎实，这个口感还不错。然后搭配它那个沾的特制酱汁的萝卜泥，吃起来还蛮清爽。再来吃这个照烧鸡。它的照烧酱很够味，上一点点炭烤的香味，鸡肉本身也蛮有嚼劲的。它萝卜煮得非常非常的烂，然后哇，汤相当的浓郁，可是又不会太腻，好喝。就来吃看那个炸鸡排，还有饼皮炸十分的酥脆哦。它炒的酱啊，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加上那个鸡肉，非常的搭。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高 CP 值午餐卡西米，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